今天，微博2021超级红人节落下帷幕，现场都有哪些大 V 亮相？有哪些精彩活动呢？一起去看一看。微博2021超级红人节在青岛举行，百位微博大 V 空降现场，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参展。就反正很开心，也很激动，就是见到了网络上的真人吧，大红人，然后跟着他们，也就是能通过镜头去探索各种地方的美食，然后了解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之类的。来自全国各地不同领域的博主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初心和作为大 V 的成长之路。听说他们要在青岛举办，我觉得如果所有的网红的朋友啊都来青岛，我觉得是一件我非常开心的事情。我以前也尝试过画过我们青岛的一些元素啊，像海鸥啊，像海鲜呀，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青岛的王各庄大馒头，其实我也都画过。那作为一个美食博主，那中国的美食博大精深，那我们山东的鲁菜又作为我们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，就特别就非常具有代表性。像我们青岛有特别著名的像啤酒屋，济南的把子肉，还有淄博的烧烤，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。